他就告诉我，法华跟楞严分量相当，啊，内容都是这个大乘教，啊，也都算是一乘教，他说我没有时间呢，来教你这个这部经典，你就跟着听楞严好了，啊，所以道台中临时就改学楞严经。啊，但楞严经说手头上没有参考资料，啊，赶快去收集，这得到香港智开法师的帮忙，啊，他在半年当中，差不多也给我找了20多，啊，而且都是现装书，啊，都是善本书，这种无量的欢喜，啊，那么这一部经，老师讲了3年。我在台中3年完成这部经，啊，这算是我一生学经的基础。啊，这一部经的基础，我回过头来看《法华》，我就能讲。啊，看《华严经》呢，也想讲，有点害怕。啊，因为《华严经》开头全是表法的，很不好读。有11卷，太长了，啊！所以李老师讲《华严经》，我就听，我听一卷，啊，看他老人家那些东西怎么个讲法的，啊，一卷听完之后啊，后面我就不要听了，我可以讲了，啊！所以古人讲啊，这一经通，一切经通啊，我这一部楞严不是真正通啊，大概是一半，啊。可以能够达到个60分的样子，哎，但是对许多大乘经教啊，我就有办法了，啊，我自己就能够学习了，啊，所以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，就是讲楞严经，啊，讲了4个月，4个月讲了1/3没讲完，这4个月，啊，在九龙讲2个月。在香港讲2个月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签证，台湾到香港的签证最长的时间就是4个月，这4个月签证到期了，我就回台湾去了，啊，第一次到香港，啊，也讲得很成功，啊，所以这个疑似部里面。可以不必去学，啊，需要参考的呢，自己可以看一看，啊，因为古大德把他提出疑似部的时候，这个里面是这个内容都是好的，没有违背佛陀的意思。如果违背佛陀的意思，他不会收集在这里头，啊，但是是不是佛说的，就很难讲，因为他找不到。这个翻译的人的这个根据，啊，所以摆在这一步啊，可以说都是好东西，啊，可以做参考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老法师劝勉同学每晚呢8点半念1000声观音圣号，回向世界各地消灾免难，请问？世界各地同修应按照中国晚上8点半时间念观音菩萨，还是当地时间？当地时间就可以了。啊，只要大家一起念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，这个全球每一天这么多人念佛，念观音菩萨圣号就不中断。啊，这样子好啊！啊，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弟子是马来西亚的漫画家，3年前画了一本《阿弥陀佛传》的彩色漫画本，以印刷流通，现在希望依净土三经充实内容请教。
底下它有六个问题。第一个是观经云，七宝池的水是由如意珠王生的，共分十四支。请问是否指水好像喷泉一样，从珠王喷出十四支，每一个七宝池的中央都有一个如意珠王吗？这个事情，你可以参考古大德的这个画册啊，我见过啊，古大德画的是，他是用工笔画的啊，没有彩色，是工笔画的，是木刻版本啊。有流通，啊，可能分量比较少。我从前看见过，啊，可以提供给你做参考。啊，确实每一个七宝池里面都有这个如意珠王。第二，他说，既然极乐众生和阿弥陀佛都一模一样，为何在观经里？世尊对观音世智法相的描述又和弥陀不同。佛的跟我们介绍的不同。那古大德的时候，这些图画里画的也不同。这个不同，要知道，是随顺我们世俗制作的，没有到极乐世界。如果到极乐世界，那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这个地方众生会感到很惊讶，那都是一样的。哪个是阿弥陀佛了？哪是观音菩萨了？啊，哪个是刚刚往生的人啊？啊，他确实是一样的。啊。这个是四十八愿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，啊，确实是一样的，啊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，心平等了，相貌就平等了，没有一样不平等。那怎么分呢？不需要你去打这些妄想，你只一见到，自自然然就认识，啊。一个都不会差错的，啊，是讲灵性的感应，啊，不会有丝毫差别，啊，不会有丝毫错误，啊，所以我们一般做这些极乐世界变相图啊，都是用我们这边的人画，啊，你看出生往生的时候，他画得很小。啊，坐在莲花里面，啊，也有出家的，也有在家的，啊，他都是这样的画法，啊，这个是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着想的，啊，到极乐世界不是这个样子，啊，极乐世界真正极乐世界是我们这边的画家画不出来的，啊，也就是。我们的意识性没有办法知道真如本性里面的啊这些实相真实相啊，你想描绘它了，这是不可能的啊。我们常讲，经常常讲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你怎么画法啊？所以这些真相。不能不知道。